康乃馨吊饰，它的大小大约是3公分到4公分之间，有红色跟白色2种颜色。那这个吊是从中上方勾上来的，因为这个花都是向阳，都是正能量的散花。然后这边呢，你看它有很多的金碧辉煌的一个光芒出来，表示母亲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伟大。金属部分是 K 金的，它不会生锈。那粘土是用这个山西雕塑土捏塑的，山西雕塑土的特性就是轻巧，它可以很薄，可以感到很薄，然后干了以后还有弹性。不怕风吹雨的雨打，也不怕你碰啊摔呀、啊，不怕你洗用水洗，是干了以后啊，你看它都是有弹性的。这个作品呢，你可以挂在那个哦，你可以挂在你的包包上面，或者是给它。背包，背包大一点的背包也都可以。啊，现在很多人喜欢背后背个袋子，这样子挂着，哇，看起来很有母亲节的气氛。很多人不习惯戴胸花，就只有戴那么一天吗？你可以随时挂在你的汽车、机车上面，然后。哦，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的耐性越来越没有了，纯手工的作品越来越少。那越来越少，这个作品是要可以每一年都拿出来展示一下。那我们设计的是这个很透明的一个盒子，那很方便，你打开这样打开来，哦，然后你要收藏的时候这样盖起来，那你挂在墙壁上欣赏也可以，写上一些。感谢的话，那连绵不断的爱是象征这个康乃馨的花瓣是连绵不断的那个花瓣嘛，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绕出来的。那你平常可以这样挂在墙壁上，或者放在抽屉里，收藏很方便。